好，单控有没有空场？这个肯定没空场，这个呢也没空场，那这不有点小亏啊？三个全没空场。那么下一回合下方队伍的话会选择这个甩精灵，而上方队伍的话至少有两只宠物的话是中了诅咒的，这个精灵的命中率是相当相当高的，所以上方选手你得非常小心了，有没有低敏进化手啊？给自己的话这个来一波进化，就看上方的话如何这个预判了。这会儿的话这个两位选手啊动作还是比较慢的啊，可能也是这场比赛啊，他这个毕竟这场比赛跟平常的 Long PK 不一样啊， Long PK 赢也就那么点积分啊，混点奖励啊，这个比赛的话呀，赢啊2000多块钱啊，输啊就获得点活力啊，虽然活力也是非常稀有的这个货币，但是比起人民币来说那活力那都不算个事儿啊。啊，这波的话果然呢不出我所料啊，这个我主播之前就说了，那这个上方两只宠物的话中了诅咒，那这一个精灵一甩肯定要中啊，这波的话果断就中了，而且上方选手的这名选上方队伍的这名选手居然还选择了防御，这我是有点看不懂啊，难道这位选手是工人吗？这我还真没有留意啊，他难道是工人吗？都没看到他出手啊。为什么都要防御呢？这我有点看不懂。来看这回合啊，进化。那么这会儿的话，下方队伍啊，他这个哦，这个属性转的水属性直接转成了这个风属性，这也绝对有套路在里面啊！看看后面是不是放水？哦，果断放水，这个冒的险还是蛮大的呢。好，那么这看这一波了，下方队伍的这个宠物肯定是要集火一波的，三百多，没控速，这也稍微有点亏，那没控上。如果最后那一下控上了的话，那么这一波的话是很赚的，那，但不管怎么说。刚才那两下攻击稍微亏了一点，但是总体上来讲下方队伍还是大赚，那毕竟占到了属性优势，而且还控制了对方的这个一只宠物，那放回了风属性啊，上方队伍的话，这个不但有水的这个精灵，也有风的精灵，精灵的话还是很齐全的。这回合的话就要看双方的这个属性争夺了。啊，下方的话，这名选手并没有选择放属性，是选择了保护人物啊。哦，那么这波的话是这个上方队伍占到了属性了，就看另外的这个宠物了。还有宠物可以没出手的吗？哦。出手了1000多，反击1000多，哎呀，这个撞在镜子上了，哇，这两下撞镜子上了，哇塞，这波的话，这个拼完之后啊，这个下方队伍的血线是有点压力的，那。今天呢因为这个主播嗓子不舒服感冒了啊，所以的话这个咱们聊的少一点。实际时代呢也是一款老游戏了。我早年间的话玩过不少实际时代的服，那么这个
说实话，我还真没见过这个哪个时期时代的服啊，举办这个人民币送人民币的现金 PK 大赛，能举办到第39届的。那这个时期 SO 这个服的话，居然已经举办了39届的这个送人民币的现金大赛，啊，这真的是这个，可以说是一个非常良心的服了，啊。来，咱们看水属性，这会儿下方队伍的话吃到水属性了，哦，吃到水属性的话，这那一下攻击还是很猛的，400多，同时的话控上了，这一波双方都控上了对方的人物，那么血线上的话也是半斤八两。场外不知道这个其他队伍的话怎么样了啊，我这个。今天没有开小号去看啊，双方呢这会儿还是在做一个思考，毕竟呢怎么说呢，毕竟这个比赛重视啊，那，这个比赛毕竟关系到这个2500多块钱呢，那其实的话有小伙伴说啊，钱嘛，那2500块钱，哎呀，可能对有的老板来说也就是这个一个小时的收入，或者说一分钟的收入，那甚至说啊一几秒钟的收入，那但是这个东西怎么说呢，除了钱以外还有一个荣誉啊，对不对？你是人家说第39届 PK 大赛第一名是谁呀，啊？那比如说某某某啊，第一名啊，妥妥的，这还有个荣誉在里面。其次还有个什么呢？还有一个这个绝版勋章啊。这届比赛的话，这个前四名啊，这个获胜的选手都可以获得这个战无不胜的绝版勋章啊，就是杀出这个4组的这个小组赛，然后的话打排位赛，不管你排到第几啊，你都会能获得战无不胜的绝版勋章。然后的话还能获得金牌、银牌、铜牌，第四名的话还能获得这个稀有宠物，限量稀有宠物一只啊，总体来讲的话还是非常不错的。不过这两位选手的话，这个有点谨慎过头了，你们这动作确实有点慢啊，我看看这个，我看看其他队伍啊，看看其他队伍打成什么样子了，场内还有17位选手。算了，看了以后还是看这两个队伍，那行吧，那咱们就看这两个队伍啊。刚才的话已经这个往下又轮了一回合了，那要不我再开个号看看其他队伍。我开两个号呢，这个可以来回的切，那想看哪边的这个战斗就看哪边的战斗。来，这会儿主播的话去找找啊，其他的这个我看看，场内还有几组人在打。哇塞，场内就这两组人在打了呀！啊，好吧。那本来我们还想看看其他的队伍，这会一看场内就这两组人了。咱们今天呢是准备来这个直播。啊，那么这一波的话是这会儿是上方选手是两个单位被控啊，这个一只宠物被控。刚才这一波他们到底拼了啥？我都没看到上方队伍出走啊，你们这拼的都是诅咒吗？这是。估计都是诅咒啊。